女孩，有一次我们去旅游，她说累了，然后想休息，我们就走进咖啡厅。我把咖啡端回来，就端到座位的时候，我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她就这样冲出去了，然后撞到我，咖啡洒了我一身，她头都没有回。然后冲出去看看门口的时候，她人已经不见了，行李什么的都在座位上。干嘛去了呢？我后来给她打电话，我拎着行李去找到她的时候，她说看到一个长得很像那女孩的人。这个事情我跟她就道过很多次歉，因为我突然就看到，就我一直感觉特别像喜欢那个女生，我就特别放心不下她。我想她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跟一个陌生的男生在一起可能会不安全，我当时就真下意识我都没有反应，我就直接就冲出去了。行，知道了，不再说了啊。可是她一点都不担心我。后来呢？我出去我就后悔了，我就感觉自己就干了一件就没法被原谅的事情。然后我想了很久，我想跟他打电话，然后我刚准备跟他打电话，他又跟我打电话来了。我一想，我就说就如实说了吧，不然越描越黑。我就一直也在慢慢改，但是就是这一件事，我们现在主要就是每次一吵架，然后他也总是会拿这件事然后说。但从此之后，我真再也没有就是干过那么不注意的事情了。就我也很后悔。除了这件事儿之外，在后来你们的交往过程当中，他还老惦记那个女生吗？有，他有一次我准备考试的时候，他跑去陕西找那女生。为啥？那个我真要就是解释一下，当时那个女生她跟她男朋友闹分手了嘛。跟你有啥关系啊？但是我们是认识了很久的，就是朋友之间，我跟她两个从来就没成为过恋人，就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她一直哭，我也很伤心。然后她说她要喝酒怎么了，我又挺担心的。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就我们都认识的朋友，我就想就是要他别这样，而且就是彼此之间不要再打搅了。后来我从陕西回来之后，我也就把他所有的消息所有的联系方式全删了。从那之后我再跟他没。可是你去陕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因为我感觉我们现在的矛盾就是一聊这个女生我们就炸了，就一聊这个女生就矛盾特别多。但是我真没有干过就是对不起你的事情，我跟他两个就是朋友，真的。女生，就因为这个你炸锅了吗？还有别的事儿吗？还有一个，实在是忍不了。我有一次用他电脑发邮件，然后发现一个链接，我点进去了，然后发现他开了一个博客，那博客里面写的全都是关于那女生的东西。受不了了？真的受不了。怎么会有一个女生你跟她谈恋爱，结果她心里一直装着另外一个女生，没有一个女生受得了。所以你想分手了？真的，这半年受不了的，每次遇到什么事情，那女生都永远的卡在我们中间一样，我感觉我们两个心走不到一起。爱谁呀？我现在挺喜欢她，我跟以前那女生没有联系了。你能接受跟她分手吗？可能近期会很难过，但是我觉得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他心里还装着那个女生，那这样谈恋爱没有意思。三年的时间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这样不是谈恋爱啊。听听老师们怎么帮助这对年轻人调整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们两个人在爱情萌芽的那个阶段，两个人对待爱情都很单纯，束手无策，你只知道你喜欢他，你觉得这个爱就是用感动用习惯就会把他变成你的男朋友，就会让他像你爱他一样来爱你。你一开始对爱的定义和理解就是错的，爱是很冲动的，爱就是一瞬间，我看上你喜欢上你我就是爱上你了。当然有感动和习惯培养出来的爱，可是那样的爱是长久不了的，因为那意味着一方一味的付出，一方一味的妥协。我相信在现实生活当中，任何一个女生都受不了一味的付出和妥协。还有第二点，你在这场梦当中，你追这个男生花了很多的心思，用尽了很多的办法，但是姑娘我告诉你一点，有的时候你的坚持和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努力会让你看起来很轻浮，你在他心中一开始的那个定位就会觉得，你看我这么优秀，这女孩一直这么死缠烂打追我，会把你想的你在他心里一开始的那个位置就没有那么高。后来他一味的利用你当他的智囊团，当然可能不是他的本意，是你想要为他付出，但是之后慢慢往下发展，你的这场梦就变了，你的心里开始变得不平衡了，可能到后来以至于到最后第三年的时候，对他已经不是说当初的那种喜欢，你可能是一种不服气，我就不信我怎么就追不上你，我怎么就拿不下你，我偏要试试看。好，终于梦想成真了，
可是在一起之后呢，你开始回想这三年你的付出，你就开始跟自己较劲儿了。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那个女生活在她的心中，是活在你的心中，是你自己给自己制造了这样一个困境，拔不出来了。再来说男生的问题，有一句歌词说得特别好，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有恃无恐。就是你一直追不到的那个女生，你一直暗恋的那个初恋，你得不到她，你永远把她想象成最美好的样子，和这个在你身边的女生一直在默默为你付出的，你就觉得无所谓。有的时候你应该换位思考，你想你也尝过追人的滋味，然后被拒绝的那种感受是什么样的，那换到他的身上呢，将心比心。我们再说的更加百转千回一点的剧情，假如那个女生你去给她买了咖啡，然后那个女生看到了她喜欢的那个男生，啪冲出去把你的咖啡撞洒，撞了你一身，然后回来告诉你，哎呀，我看到我喜欢那个男生，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幸不幸福，你是什么滋味？换位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对方的感受。我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如果当你决定放弃了之前的那一个你喜欢的人，从此之后我跟他就是陌路人，珍惜眼下，珍惜当下，不要多年后回过头来后悔我错过了一个为我付出这么多的好姑娘，好吗？只要无愧于青春就好了嘛，对吧？好，谢谢。谢谢。